为了迎合万圣节的到来，澳门银河的私人会所红林就举行了胭脂扣为主题的派对活动。现在我们就一起喝完孟婆汤，再走过一段奈何桥，听一听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吧。American pinup girl， 我就是可能扮演一个吸血僵尸，可是我又不想弄得比较恐怖，所以我就扮演一个比较帅一点点的。My name is Lolo from a Chinese ghost story. I'm eating people's life. 听完了胭脂扣的故事，我们马上转战到了新濠天地的 Club Cuban， 在这里呢将举行一次病毒爆发的派对， Let's go。That's DJ Snoop for you all right here. Happy Halloween. Hello, I'm Lava, Snoop, and we are.这个触目惊心的鬼魅之夜让人难以入眠，而明年的万圣节又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